那我看见你没拉中人啊，没拉中人，我直接开始压力你。现在就知道训练好了是吗？我打关羽有一手的，我操，你要没呀 ？OK， 要先去中路看人。你砍不砍吧？不砍我也不砍，就这么砍不砍吧？你砍我就砍你，嗯，哇，你这样砍。出现什么？出现什么？出现什么？我不见了。哎，后面有红警，完了，双影。下路。反正他两个小野我是觉得亏的。帮你去中了兄弟。帮你红都在中了。我蛋，我蛋，我操，这个都，我再传过来，我再传过来，等一下，来了，搞他搞他，没闪，那没闪你就直接减速他就行了。现在交闪了，对不对？来宝拉直播间，我是直播中。五分四十块钱。小心关羽啊，关羽这个。快漏了，来介绍一下。可是我已经上次跳完大了，我能跳吗？能吃中啊，诸葛亮吃不下，我不吃。我说，你好不吃啊，其实。他没闪，下步我再来干他一手。关羽先支援，小心点。Like you always want stress.
关羽，关羽，好大呀！我他投降了。他是环境跳出直接投大，他就能。看我，看我，他敢过来就。完了，小丑啊！我这不玩个毛！哎呀，我这波直接砍他，他都死了。我的我的，主要是我没踢到一技能，没附到魔，你知道吧？我躲了他那手炸弹。你没看，你没看，没事，诸葛亮在我这边。关羽没机跑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就红一个人，他敢捉我，我操，一百多，我六红。哎，你们可以把虞姬抓了，虞姬没闪装备，直接红。虞姬下去了，虞姬去帮忙。给我个盾，给我个盾。吼吼兄弟，吼吼有人吗？吼没大，吼没大。他蓝刷了，一蓝。火没大，火没大，没事。装备拉回来一下，先反他，先别走。他有红，他有红，再反红，再反红，这种。冲过来，冲过来。注意关羽，注意关羽，吸住金关羽，别给他到后位。装备别被打了。走了走了，把家里野区都吃了，这波习惯了。刚才补个血包，然后下波中路可以找机会看一下能不能开到。掉他掉他，来掉掉掉，直接杀他！别急别急，太急太急，太急太急。一击大残，一击大残，有说法有说法。哎呦，你别叫别叫，节奏带起来了，还就是一个补刀也要叫，你是小丑吗？宋大强？你看这一波节奏，反红反蓝中路开团，哎呦带的多好，高地高地，你别被单杀，不用管他了，他高地已经掉了，这波没有进化，没进化，没进化往上面走，你被单杀你就小丑，哎真是小丑，跟你说了高地已经掉了，他回来也来不及了呀，太小丑了，太小丑了。你们拿个龙，没龙了，快走快走！六，哇，他妈就说让你别被单杀，你亚龙吗？我操！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别急别急，这
这波不能掉人的，开爆金，开爆金。开龙主宰吗？那就主宰，那就主宰。你去哪这个？你在找什么？要开龙赶紧开，上路线不好，等会要关键的。要爆金点。走走，咱们走。哎呦，我问你应该开爆金的打野，太清楚了。李兰，李兰区也在上面不开爆金。蓝线又杀回来了，兄弟。老手，你听我指挥呀。没事，龙等会发上，别管上路。哎，看我，看我，吼吼，吼啊吼啊，我来了。哦，没刮到，关羽关羽。哎，看到，回来回来。他是不是交闪了？对，我这个手术魔刀还没砍到。我闪了下步更好的，我有破军了，兄弟。给我们得先找这个，先找韩信。我不回城，我再暂时一会儿。开始撤退。韩信应该在拿红，我去吃上。他宝哥。蓝刷的你就别去踩下面了，这是的呀，得回来拿的。你们下去帮他拿回来下去，我把上线补。没事，你刷大吧，我在后边冲刺。不然我们先上来，让他们过走。不出现，不出现，完蛋。韩信应该在草里面。别急，我们这把先打前排就行。关羽那个小草，位置好容易被闹啊！给他个盾，哎，他漏了，那他就不会来闹了。端塔直接反蓝，反蓝反蓝，别墨迹。别管上线了，等会就拖了，拖别的。哥哥不要上小烟，来吧。下路线两波，走走走，别急。别进火，你们只能蹲。哎，关羽关羽，哎，我在解不下，你们别着急，把上路线管了，清完中期管上，他们下线也不好，还是要管，有兵线压力。把诸葛本来是诸葛带线的，但是，来来。别急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他们技能交差不多了，可以打。关羽没大，龙有了，龙有了，一波一波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怎么样？龙放下吧，把龙放中也行。他怎么敢开我的兄弟？等我大，等我大，不要不用太危险，先给我个盾，把剑取了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我护他们，我直接蹦他，他玩不了了，兄弟，一刀去死，连塔带飞，怎么说？要疯啊！